靠呀、啊，怎么会连闪啊？等一下哦，怎么回事？好像是这样子啊，连闪用正常的，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搓。对，放旁边好了。安安，你起床了，Hello。好，就这样子了。启动。看一下哦。告示牌。告示牌，告示牌，告示牌，告示。然后倒水，好了。就这样。那个。至于竹子的，我忘记了。竹子我记得是用土推来推去的。忘记了吗？奇怪。就很久没碰红石了吼，我真的是很久没碰红石欸，所以一开始摸就是会停不下欸。啊，这好吵，先关掉啊。那你看这个一停下来就。靠边呐、啊，我还在，好，你看，短短一下子就64个了，所以如果这个用来玩空岛的话，很猛欸，因为之前空岛也不是用那个吗？仙人掌可以。换物资，啊，这就这样子吧。这个只能单人生存的时候盖啊，轻松生存没办法，伺服器没办法这样子盖，而且伺服器通常伺服器也有延迟，所以你也盖不太出这种东西。而且你只要关游戏一上线，这些全部都要重用。
杀牛肉。所以，怪不得有人旁边放藤蔓，因为死刚摔下去好像死很多哎、欸。有人会在旁边放这个啊，这样子摔下来就是不会直接摔死。一二三，才三颗星而已。再丢高，天啊！这个打掉，然后空桶发射器，这些都是轻松生存，不啊，噔噔噔噔噔，会用到那种红石连闪的是不可能的 啊，这个的话会啊，这个的话可以，这个的话我应该就是，我应该会埋在地底下嘛，然后就是，再想一下怎么弄哦，因为我的想法是，就是我们站在这上面。这样按下去嘛，然后喂牛，喂完牛之后，旁边的按钮按下去之后是这个会烧，烧完之后就是用那个投掷器慢慢往上投，然后投到箱子里面来，这样子，要不然就是上面喂，然后下面拿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这个可以盖啦，这个不是连闪还可以，啊这个的话就没办法，这个你看哦。这边生物有30只在这边，所以这边我其实是会怕伺服器那个，所以不敢盖太多，因为它是利用挤压的方式让牛死掉。那这个的话，你可以拿你啊，比如说你上面就养个这边几只，看一下有动物啊，有动物不好看。这边也是三十几只，好啦，就挑一个盖吧。那我那天很北啊，就这样一直这样玩，把它修好，让它一直烧。而且那时候啊，单人生存这个嘛，然后那时候太慢盖那个收集平台，结果铁巨人一堆拼命冲下去，那边狂打。很凶呢，可是铁巨人打输大的史莱姆哎，你敢相信？那时候大的史莱姆也没有说太多，就铁巨人就输了，我就拿铁去修他。而且那时候想说，这个盖的距离影响就是。有时候村民会看不到他，你盖太近村民也看不到，盖太远村民也看不到。
后来想不就用这个方法让它跳来跳去就好了。返回单人测试。很多欸，你看我现在开台才开好有两小时了，两小时就这些也够了，你不用去挖铁，你去盖你的东西，然后就有铁给你，很棒。但我还是喜欢这个啦，这个这样子有那种工业线这样铲过来，完美。还有什么可以盖啊？现在还流行什么啊？有些太复杂的红石我就不会想盖，因为之前有看到有那种啊，你丢个中介珍珠，然后用 TNT 爆炸，让你的珍珠可能可以飞到超级远啊，几万格以外的方法。可是那非常耗 TNT， 所以要很多火药。可是，在轻松生存又盖个什么那种神怪塔嘛？现在比较想要的就是自动农场。你是说流麦机还是什么？你所谓的自动农场，自动农场只能靠那个呢，不是吗？那个什么中介族，再加或者是用那个村民，中介族是 1.6 的吧， 1.16 的吧，可以用中介族，然后把小麦打起来那个方法。那如果是用村民的方法的话，只能靠那个啊，要把那个防爆打掉，那个拿掉欸。还是你是跟我说半自动农场，流麦机那种啊？哦，还有。他的方法就是，我盖一样也可以盖这边啊，反正那种连闪东西我都盖这边。盖远一点，来打指令。自动西瓜南瓜，可是西瓜南瓜用处不大啊。南瓜能弄的就是灯、南瓜派、铁巨人而已啊。目前还没有西瓜的话，我应该会种，我会盖啦。只是西瓜我也挺多手动吧，因为你西瓜量要那么大，除非你跟村民交易，或是你要用西瓜当建材嘛，就这样子啦。我要干嘛？哦，那个。投资器，投资器，哎呦嘞，白痴哦，你们就有，土，如果你要做自动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，这样子，哎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。这个是要放楼梯，楼梯，然后这边耕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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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耕地。那先配红石线路，等一下啊、哦。观察者，观察者。粘性火塞，看这边，然后看这边，然后。哦，对，这边讲一下哦，
这个是这个是连闪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咧，这样子会闪更快哦，有没有？听得出声音吗？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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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这样子哦。然后等一下哦，先关掉它。好。我又忘记了，可恶！应该先这样子的，要一个个丢了。